新娘时尚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妍希。我觉得很荣幸啊，就是中国设计师设计的衣服也可以站上国际时尚的品牌，然后能够参加这场时尚秀，我觉得非常的与有荣焉。其实今天这整场我觉得都风格非常的强烈，它会让我有一种觉得好像是置身在一个漫画世界的感觉，就是它的整个风格就是色彩很强烈，然后很俏皮，让人印象很深刻。这场的鞋就是鞋子也非常的棒，平时是鞋子控吗？平时我是，我会买鞋子，其实鞋子是会最会让我失控的一项单品。那这个有没有哪双鞋子你就已经买单了？我这两天有试他们的一些鞋子，有一些平口的短靴，因为我其实一直以来都还蛮想要买短靴的，可是都没有买到适合的。然后我这两天有试到好几双，我都觉得很心动，很想把他们带回家。今天对啊，这套 look 我们大概试了好几件，然后大家都觉得这一套穿起来最像我，也最适合我。那你觉得什么样子是你就是你自己穿衣风格？我自己平常私底下穿衣风格其实会走比较 casual 一点，就是牛仔裤啊 T 恤啊，可是一些比较中性或者是复古的打扮，其实我也很喜欢。这次重新来到巴黎还是很开心哎，我真的很喜欢巴黎这个城市，每次到这里都觉得都挺快乐的。那接下来接下来这次其实主要来就是要帮 Staccato 他们拍摄他们的平面，然后来看秀。明天就是一整天拍摄杂志跟拍摄平面的计划。